1921年，爱国商人徐光远携巨资，在四大护卫的保护下赶赴广州支持孙中山，途中遭遇袭击，护卫马桂龙与薛飞神秘失踪。徐光远临死前将巨资托付给了段平山与杜聿石，不久后随着时局变化，孙中山被迫离开了广州。段杜二人无奈下决定潜伏在武城，寻找机会将这笔宝藏用于救国救民的大业中。云哥，你说过只要我吹响哨子你就会飞回来保护我，10年了，你还记得我吗？Thank you.
我把手放下来，你不要叫，听到没有？喂，说了不要叫，又叫。你什么人？路人。哦，我认识你了。刚才那个日本人是你杀的？不是。我扔的你这身衣服。你能不能安静点？告诉你，你刚才杀日本人的时候差点杀死我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死了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死不了。死小姐，后会无期。喂，你要把我一个人放这儿？你要以身相许了，流氓！公子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我的包！你真是个财迷，这会儿还想着要包？你等着呀！武器！前面是刺杀山田副会长的凶手，拦他没有？没看到老子刚才差点被撞死吗？拦不住有什么办法？我再警告一次啊，放下武器，不然老子开枪了。怎么着？又有刀又有枪的，想造反呢？你放走了凶手，我会告你的。你记住了，老子名叫萧逸尘。这个是我刚刚接获的情报，山田被刺杀了。谁干的？最近国民党军事密查组在武城设立了分站，我怀疑那个年轻人就是密查组的高级特工。段家和杜家的所有资料。教部提出了抗议，遭到了国民政府的拒绝。他们拿出了大量的证据证明山田是帝国的特工。我们现在是有苦难言呐。难道我们就吃这个哑巴亏吗？奉天事变以后，国际言论对我们相当不利，组织上让我们暂时隐忍，以免破坏五个月之后帝国的大规模行动。明白。这份情报还用继续追踪吗？全力追查山田的情报关系和那笔藏经的下落，这个对我们相当重要。我可以联系到山田郡的下线，
先把情报的内容查出来再说。彻查这对男女的关系，他们劫了我们的情报，杀了我们的人，我让他们死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比你早半个月吧。哥们儿现在明面上可是警察局总探长，威风吧？今儿不是我及时赶到，你怕是回不来了。切，警察局总探长，你云哥出任务的时候什么时候没回来过？啊，对，你车里那个怎么坐着个女的？有相好的了？说起那个女孩，我还真觉得有点奇怪，总觉得在哪里见过。她说她姓胡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姓胡，老虎的虎。你要是再跟着我，我咬死你！李晨，你帮我查一下，思琪在不在武城？不好意思，哥，我刚来武城，正准备帮你找呢。你呀，有这份心就好。那是，咱俩啥关系？发小就不说了，你还救过我的命，我可是时时刻刻想着以身相许。你再过来，我废了你啊！还想不想娶妻生子了？哦，对了，跟你说件正事啊，师傅一会就到，我会去接他。总教官什么时候到？3个小时以后火车站，记得多带点人。明白。一定是马回龙干。怎么呢？他几年前就投靠了国民党，现在又听说来咱们武城任职，此消息一传出，思琪就被追杀，这事儿跟他能脱得了干系吗？徐先生临牺牲之前把藏经的秘密分成了3份，虽然你我各自都保留1份，可是伯，我家老爷在吗？你怎么来了？老爷，大姐让我请您回府。我正在跟大哥商量子岗和思琪的婚事，你先回去。哎，老爷，大姐就是让我来给您提个醒，子岗可是和曾家定过亲的。闭嘴！杜家的事儿什么时候让他插嘴了？我知道了，那你们慢慢聊，我等你啊。大哥，子岗刚刚定亲不久，您怎么突然又来这一出？马回龙这次来，一定是冲着藏经而来，现在是生死攸关的时候，你我都不怕死，但我们得为孩子考虑。那您说现在怎么办？为了掩人耳目，现在我们只能让子岗跟思琪马上成亲，然后让齐凡护送他们出国，这样一来我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。不过曾家那边把婚退了。爹，我不同意。什么不同意啊？啊，我跟你叔叔在这谈事儿啊，你先出去。我不要嫁给子岗。你胡说什么呀？胡说。第一，子岗已经订过婚了。第二，我一直把他当弟弟。第三，你们都没经过我同意，凭什么给我做主啊？我是你爹，凭什么不能给你做主啊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？你说什么年代？什么年代？我也是你爹，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。云哥哥，你到底在哪儿呀？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你？
要是再不出现，我就不理你，我就忘了你。四姐啊，进来吧。干嘛呢你？怎么了？是不是又不开心了？开心啊，干嘛不开心？哥还不了解你，你呀、啊、还是忘不了那个薛云晋。哎，这都十年了，渺无音信呢。我告诉你，我就喜欢云哥哥，这辈子除了他，我谁都上海啊，还有西洋镜看，看过西洋镜的人都说好看，都想再看一遍，咱们也去看看好不好呀？哎，想逃婚是吧？让娘带着你俩去玩俏家。还是娘厉害呀、啊。不过话说回来了，子港那孩子还真是不错。娘，就是他这个娘，我实在不能容忍。最让我生气的就是你这爹，玩的什么定亲退亲的把戏。好，带你们去上海，我得让他知道知道什么叫规矩。真麻烦，这是俏家，你能不能快点？对，嘿，你还来劲了？你说什么呢？这个死孩子，那我就是你，你不给我走！有人要抓你，马上离开这里。喂，喂，快叫你妹妹去！哎，你看什么呢？哥，看那个男人在干嘛？男人。咱们可是来巧家来的，你可别当是相亲。干嘛呢？你说你胡说什么呀？他说这危险。见鬼了！
不错呀。你们看谁是我师父啊？云儿，禁不住夸呀。姜还是老的辣呀。二爷，这两个人这么厉害，他妈什么来路啊？难道是密杀主的特工？警察局总队长萧逸晨向马科长问好。你能再来晚点吗？我要是来太早了，哪能有些一睹总教官的身手？你小子呀，就会拍马屁。这些人太弱了，不禁打。这儿交给你了，咱们走。是是。你小子就会拍马屁。哎，死的活的都带回去。好，是是是。云儿，哎，你知道为什么总部把你提前到归国吗？军人以服从为天职，为国尽忠是我的荣幸。说得好啊，你的那篇有关德国女子特训营的报告，总部非常欣赏啊，所以决定让你牵头成立中国的第一支女子特训营。这次派你去刺杀山田，就是对你的考验。你不会觉得是大材小用了吧？当然不会了，这一直是我想做的一件事。从今往后，咱师徒俩为国尽忠尽力。是。师傅，您这手我这手现在是什么都干不了了。你一定想知道师傅的这只手是怎么残废的。当年呐，我和你爹还有你段伯伯是多好的兄弟呀、啊、可谁能想到竟然为了那笔藏金突然改变了一切。你师母那天突然发了重病，我来不及通知大家，就擅自脱离了岗位。可是呢，就在那当子口，越军突然发起的袭击，大家都认为是因为我出卖了徐大哥，我是百口莫辩呐。徐先生牺牲的事儿，我看也未必就是三弟出卖的吧？你怎么就这么糊涂啊？还一口一个三弟的叫的。当初我们四个人为了辅佐徐先生，千方百计地搞到了募捐，搞到了这笔藏金，准备去广东支援孙逸仙先生。要不是他的出卖，徐先生能死吗？四弟为何至今下落不明？要不是你的阻拦，我何止要他一个手指头，我想要他的命。我的这只手就是让我大哥给废掉的。我都这么大岁数了，又无儿无女，我要那笔藏金干什么用啊？我是想带进棺材里去啊！师父，当初要不是您收留我们父子俩，我们现在还流落街头呢。不论您说什么，我都相信。云儿，谢谢了。
对了，云儿，今天见到了如意嫂子，你知道吗？她身边那个姑娘，就是你日夜想寻找的段思琪。段思琪。真的是他，这就是命运吧。我一定登门拜访，再次把事情说清楚。师傅，到了。云儿，你把这封信交给你段伯伯吧，态度好点。知道了。你走吧，我没什么好谈的。大哥。谁是你大哥？啊？段伯伯，师傅他这次……云儿，什么也别说了。既然大哥还没有想通，我就在这儿等着吧。二哥，二哥，二哥呀，我终于找到你们了。二哥，求求你和大哥。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好好解释解释好吗？玉石，进来。大哥，大哥，当年徐先生真不是我出卖的呀，请你们相信我。你这满纸都是谎言，我告诉你，从今以后，你我再无瓜葛。大哥，段伯伯。请你相信我呀，师傅。雨石，你给我进来。段伯伯，师傅这次真的是诚心的。师傅，他就是那个刺客，名字叫薛云锦，碧茶族的新晋特工，同时也是马回公的徒弟。那女的呢？那女的是段明山的女儿段思琪。其实她跟薛云锦从小就青梅竹马，不过十年前失散了，到现在都还没有相认。情报看来已经落入了马回翁的手里了。该死！据我查证，马回翁十年前为了得到一笔巨额的藏金，不惜谋害了他的恩主徐光远，而这笔藏金到现在依然下落不明，疑似落入段平山府中。要不要我们马上把段平山抓了？马回龙一定会盯紧段平山的，
所以我们不能轻易行动。这样，让萧景腾的人去绑架段思琪，逼段庭山交出藏经。我当是个毛贼呢，感情是个小老鼠。你们怎么来了？哎，那个，我才张嘴，娘就知道咱们在耍花样了。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还为你妹妹拼，你说这点出息？段启凡，你得学会反抗。反抗你个头啊！你快给我下来！我不，你们要是非逼我嫁给子岗，我就坐这不下来了。嘿，你谁过来？你要是过来的话，我这就跳下去。到时候断胳膊断腿的，我看你们谁还逼我上花轿！嘿，你别过来！你个臭丫头，你这是真要造反了？你这是？是，这反我造定了！你给我下来！成何体统？我就不下来！思琪，哪儿危险？你快下来好不好？你们要是再逼我，我就真跳下去了！快给我下来！杜叔叔求你了，你快！喂，于是。哟，怎么了？哎呦哎呦，这怎么了？于是，于是。杜叔叔，于是。怎么了，杜叔叔？快快快快快快快点！杜叔叔，您喝点热水，一会儿我带您去看大夫。思琪啊，杜叔叔，就求你这一次。杜叔叔，我真的不想嫁给子岗，我。杜叔叔，给你跪下。哎，杜叔叔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你起来。起来啊，雨诗！起来呀！起来，起来！杜叔叔，杜叔叔，看吧，大夫，他们说呀，杜叔叔活不过半年了。我这将死之人呢，就有那么一个心愿。希望你跟子岗啊能走在一起呀。你起来说话好不好？你起来说话。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；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。我这老脸呢，我也不要了。思琪呀，如果你要不同意，杜叔叔就在这儿长跪不起。杜叔叔，爹，思琪呀，你就嫁了吧？难道你就这么忍心？看着你杜叔叔最后的愿望实现不了吗？爹，要不爹也给你跪下。你们这是干嘛？娘，娘，思琪啊。要不你就嫁了吧，啊！我嫁，我嫁了，为什么？
神父，神父你在吗？孩子，我在。神父，我有罪。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有罪，只要你真心的忏悔，我会代替主来赦免你的罪。说说你的心事。小时候我喜欢一个男孩，他叫薛云静，他对我很好，人也很正直很善良，可是因为一次变故我们失散了。主会保佑你们重逢的。你看这个哨子，这是他送给我的，他说只要我一吹哨，他就会飞到我身边来。可是十年都过去了，他一直没有出现。我每天都在这儿祷告，祷告他平安，祷告他快点出现。放心吧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可是他回来也没用了，我马上就要嫁人了。什么？神父，怎么了？你继续忏悔。你说你要嫁给谁？泪淹没了天地，我紧握着诺言，你在黑夜前行，留下不去的背影，血染红了衣襟，谁对抗着命运，也在天空降临，信仰是心在远方起名，降临，信仰。